Hello， 你好，我是阿栋。看到我就知道呢，这个一定是一个 night out event， 因为我是晚上出来的动物。今天你就看到，其实我的双眼皮已经绷出来了，因为昨晚太迟睡了，所以今天晚上呢是来主持这个 night out at Brass Buster。那现在呢还剩不到15分钟的时间，我们就要开场。那开场呢，我们就会先来做一个聊斋的造势活动，之后呢将会有着我们的歌大家唱的造势活动。那今天希望大家可以来参与，然后一起来玩，一起来 have fun at Brass Buster Boogies。你不愿搬回从前居住，找我演聊斋，为什么要找我演黄昏侯？Come on， you know， 我的歌艺是还不错的。